接下来请收看善知识法语。下面这段解文就是要跟我们说，犯这条戒安怎是犯沾污气，安怎是犯非沾污气。如果你犯这条戒，规天拢无用心口意来供养三宝，而且起因并不是做未到，是因为根本无法恭敬三宝的心，或者因为咱都就是贫惰懈怠，才无去受供养。如果因为无恭敬、贫惰懈怠来犯这条戒，这就是犯着沾污气，也就是较重的罪过。因为无恭敬心、贫惰懈怠，唔肯去赞叹三宝，提醒家己，规天拢不起一点清净的心，规天白白活活，这都真严重，这会污染咱的佛性。所以讲是沾污气。伫后面的境界，咱会看到真济条的境界。咱都海带拢是犯非沾污气，但是咱爱注意，伫第一条境界，咱都海带犯是沾污气。咱从这段解文读一遍，就不恭敬，就咱都，就海带犯是犯沾污气。咱一句一句小看解释一下，解文讲若不恭敬，就是如果你无恭敬心，就难得；如果因为难得贫惰，就害歹，就是如果无法精进的心，散散过日子。有上面不恭敬、懒惰、懈怠这三种的起心，才犯这条戒，就是犯沾污气。它的起因就是污染的，这是境界内面的重罪。下面咱讲，如果犯着沾污气，就要安怎才会当忏悔清净呢？必须要去向一位清净的菩萨，讲出家己的故事，向伊忏悔，必须爱讲出来，发怒向人忏悔，而且以后注意爱改过，罪过才当清净。所以，咱受持菩萨戒人爱注意，如果那是有多一天无安尼受持，必须爱向一位菩萨发怒忏悔。真正的忏悔是爱改革自新，每一天都爱坚持努力安尼做。其实这是真简单做到的代志，无可能做未到，未使讲做未到。下面的解文是讲非沾污气的情形，什么款情形是犯非沾污气呢？如果某一天你代志真多，规暝规日一直做工作，为人服务，无闲个无食个无困，无闲个过一天拢无感觉已经过了一天24点钟，这是讲非常无闲的情形。如果有闲，阁有时间去食饭，有时间去困，这都不算寡不赢。因为你家己若有通食饭，食饭的时总是爱一起去供养三宝，供养以后才家己食。如果你家己有通食饭，未记得供养三宝，这都不应该啊。这种情形，就譬如人咧救灾、救火、救难，或者是医护人员开刀值班，每日不停做工作，
工作到已经过二十点钟，拢无感觉一天已经过去。这就叫做白日子去互误着。如果是规天拢在佚佗，暗时拍牌拍规暝拍到白日子，这是真闲，这毋是真无闲。这种情形是袂使叫做白日子去互误着。必须是爱规天拢真无闲工作，无食无困，白日子去耽误着，这才是算烦。非沾污气，这种的罪过是比较较轻。犯着非沾污气，必须爱安怎做才能忏悔清净呢？但是只要家己责备家己，以后爱注意，唔通搁犯，安尼就好。但是家己一定爱责备家己来求改进，家己爱忏悔讲，竟然不知不觉过了规暝规日，连起一个清净的念头，要供养三宝都无，这是什么菩萨呢？爱面对家己，以后未使搁再犯啊！上好伫拜佛的时，会当向佛礼拜求忏悔。犯着非沾污气的时，只要家己责备家己，认真。改革，安尼罪业对当消灭清净。咱将即句偈文念一遍：若谤过，犯非沾污气。偈文讲：若谤过，若就是如果，谤就是未吉吉。谤即是时，顶面就是谤哩，下面就是心。心去和妄去，就叫做妄。妄就是未吉吉，我就是耽误的我，错误即是我。若妄过，犯非沾污气，就是讲，如果真无闲，未吉的时间耽误着，安尼是犯非沾污气。上面咱是讲犯戒、犯轻重的问题，犯沾污气和非沾污气的情形。下面一戒文要讲开眼的情形，也就是讲，虽然在一日一夜当中，无去顶礼，也无赞叹，无供养三宝，但是并不算作犯戒的情形，这是特殊的情形。得爱到什么程度，才会当讲一日一夜无去顶礼，无赞叹三宝，才无算犯戒呢？最少就是爱入静心地这款的菩萨，或者是证得初果以上的比丘。这种程度的人，因的心地已经真清净，因思想内心都会当用正法来供养三宝。意思就是讲，因的心地真清净，就是在供养三宝，就是每日拢不停在供养三宝。因已经悟到真理，用真理契合的无生法在供养三宝。所以即使在思想方面，因无去顶礼，也无讲话赞叹，但是因一点仔个失都无，即种的情形都无算犯戒。咱拄则讲爱证得初果以上的比丘，因的程度对三宝、对戒法拢未搁再破坏啊，未去破坏戒律。未去破坏三宝，这款的清净比丘叫做不坏净比丘。这是伫小乘圣文方面来讲。如果伫大乘菩萨方面，得爱到什么程度，才叫做入净心地菩萨呢？就是圆教的初信菩萨，含别教内面的。
初祖菩萨。到那种程度的菩萨，因断了分别，断烦恼。在断烦恼的地位来讲，伊和初果是相齐。这种程度的菩萨，就叫做入静心地菩萨。因为在这里，咱讲到梵高的初信菩萨，德高的初祖菩萨。讲到这种的名词，咱必须爱做一个解释，因为要未听过天台宗的菩萨，可能对这个名词感觉较清楚，所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咱知影佛来这个世间是为教化众生，但是众生的根基拢无同款，为了适应无同款的根基，所以佛教的内容也无同款。照程度来分，大约可以分作四种的内容来教化众生。这四种都叫做四种的化法，就是四种教化的方法。是哪四种呢？就是宗教、通教、别教和弯教。咱普通拢只有讲一字，叫做宗、通、别、弯四种教。咱为什么要介绍这名词内容呢？因为这道解文讲到什么程度的菩萨，无每工顶礼，用经书称赞三宝，则无算犯戒。戒文既然讲到入静心地菩萨这个名词，咱为了要解释什么叫做入静心地菩萨，则必须来解释菩萨的年纪和程度。菩萨的程度在每一种化法里面各有差别，所以这必须由四种不同的化法讲起，这是咱学佛的基本佛学常识。若要知影较详细，就爱研究天台宗、天台四教义。咱现在是用真简单的白话做上简单的介绍，和大家一同小可了解入静心地菩萨的程度就可以。咱前面讲到四种的化法，宗教、通教、别教、弯教。宗教就是修行的教法，以阿含经为主。第二种是通教。为什么叫做通教？就是以讲出由修行通去大乘初级的道理，或是大乘修行共通的教学内容，所以叫做通教。因为通修行跟通大乘，所以叫做通教。第三种叫做别教。别教是进一步和修行较无同款咯，伊是特别为菩萨根基来讲的，因为较特别，所以叫做别教。特别为菩萨讲，叫做别教，而且伊和修行有差别，有差别叫做别教。第四种是弯教，弯教就是真圆满、真实的道理。弯教的道理是四种的教理，拢包含个真圆满。真圆融，所以叫做圆教。这是佛把伊家己所证到的境界真理原原本本讲出来，一点仔委屈都无。讲到真圆满圆融，叫做圆教。起初，如果伫众生根基程度也无够时，佛就是想要讲出伊家己的程度所见的真理，大家嘛耳听雷，拢听无。
所以佛陀的真委屈，降低程度来讲，由初步幼稚园教起，教到学生程度提高，听有佛实证的境界，佛才会当原原本本、原原本本给讲出来。为什么佛必须爱讲宗教、通教、别教，才无够原本的道理呢？这并不是佛故意无爱讲好原本，其实佛一开始就讲《华严经》，讲出伊上原本佛的道理。但是真侪修行经济的人完全拢听无，所以佛只好随顺众生的程度，由初步小乘法宗教开始讲。但是某一些大乘根基的众生，因一听到佛讲上圆的华严经圆教的道理，伊就马上听有开悟。所以佛白白讲一场的经，每一个众生听有一部分拢无同，开悟正道的程度嘛无同。譬如说，咱讲这部《菩萨戒》，有人可能听一遍，戒条就总背起来，内容拢真明白，在心内记得真清楚，会晓实行。有的人可能就心晃动晃动，想东想西，看东看西，才听到一句，遐又听到一句，倒来倒去，过倒唔对。这就是听众听到无同，听到的就无同。家己拢只有听到，家己听有，佮听到有相应迄个部分而已。咱上面讲宗教是修行的法，修行一个位有分初个、二个、三个、四个，但是因为是修行的法。所以较无详细讲菩萨的修学，那伫通教、别教、圆教这三种，都有详细讲菩萨修行的层次和阶段。伫上面所讲，总通、别圆四种教当中，拢有照程度分阶段，亲像咱读册分小学、国中。各种大学，各有研究所、博士班，每一个阶段拢有分一年、二年，分真侪年级。菩萨分年级是安怎分的？这和世间法无共款。咱世间人由小学读到国中，读到大学是愈学愈侪，但是修行。只是恢复咱本来清净原本的佛性，咱本来拢是佛，拢有佛性，智慧拢具足，心意都知，叫做净本智。但是因为咱的心颠倒起烦恼，亲像水起了波浪，起海涌，所以应叫不明，叫做无明。咱若是将烦恼下根根，妄想执着淡根根，心卖叮当，得一旦恢复佛性，得一旦成佛。所以讲，烦恼愈多，就是程度愈歹；妄想执着愈多，就是程度愈低愈差。烦恼愈少的，就是程度愈高；妄想执着愈少的，心就愈清净、愈安定、愈有智慧，所以程度愈高。菩萨的程度就是安尼分的。咱看月亮，初一的月亮是一白啊？为什么只有一白啊？就是去予地球的乌影给炸掉嘞。乌影若炸愈多，月光就现愈少，这就是较初级的菩萨。
咱看到了古历的十四，月亮就很特别圆啊。为什么特别圆？就是乌鸦愈杂愈少，月光的自然很较济，很个特别圆满。这个譬如较悬的菩萨，如果是古历十五的月亮，伊拢无和地球的乌鸦杂着。月光会当圆满转现，这道譬如是佛。乌鸦那愈少的愈光，烦恼愈少愈好，烦恼愈少，智慧的愈悬，愈接近佛。所以修行和世俗不同款，不是学问愈起愈多，还个更加头痛苦苦，是烦恼会愈下愈少，本来的佛功很深。南宫菩萨的解慧听到，就是叫断烦恼一听到来讲的。菩萨烦恼那存较济，就是月光很较少，伊的能力嘛较低，所以解慧都较低。菩萨来当进一步断掉较济烦恼。得亲像月光很较济，能力较提高，该位都提高。菩萨那一直进步到烦恼拢总断掉，伊的光明都完全显出来，唔知拢变知，无明拢变光明，恢复本性，这就叫做无明断尽，幸福啦。烦恼拢下根根。无半项，就是幸福。幸福定着变作上观，烦恼下根根，唔知对变知，叫做静变低。以上是咱简单介绍菩萨的解位是安怎分的。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划拨账号50396819 50396819，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5-666 012-001-205-666。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烟供香粉，药供包香，弱势关怀，不食动物。新逢燃灯古佛圣诞，慈悲置业高雄中山书坊举办礼拜药师宝忏，暨护生慈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9月17日星期六，时间下午2点，地点高雄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0。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高雄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高雄中山书坊。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南投分会草屯中心举办孝亲报恩重阳祭祈福法会。点灯供水护生及甘露施食，恭请湛山法师主法，日期10月4日星期二，时间上午11点开始，下午1点恭送地藏经，地点南投张善堂，南投市福兴里南岗3路97巷2号，洽询电话0492315999 0492315999，南投草屯中心。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你可能已经了悟佛即是你的自心，但人应是庄严的本尊挚爱，如一己之心。
你可能已了解苦的本身，即是最大的乐，但人应避免制造一切的苦因、苦行和苦业。你可能已经转化情绪为本觉，但人应避免以三毒和五毒之火烧灼的心。你可能已经体验到无为是最大的自在，但人应以最大的精进致力皆善。未来世自称为禅修者的你们，如果你抱持高尚的见地，但行为依旧低劣，你便有受制于享乐主义的危险。如果你宣称信仰空性，却相信空无，你便有落入断见之边的危险。如果你的修炼是将自心禁锢在无念的昏沉之中，你便有落入声闻即灭的危险。如果你宣称万法唯心而行为轻浮，你便有落入下三道的危险。如果你攀执最高见地而嘲笑其他佛法的修持，你便有落入无尽痛苦地狱状态的危险。如果你无法攻占无造作了之的堡垒，你便有落入六道轮回的危险。如果你进行禅修，却相信心是恒常的，你便有落入常见之边的危险。如果你假装禅修，却尚未了知心性，死亡时，你便有误入歧途的危险。若在进入佛法之门，珍贵的明灯之后，你无法在一生之中努力求取无上的成就，反而继续追求如此毫无意义与累诱人们的世俗目的，你便有落入佛法与自心分享的危险。不要用不平衡而愚蠢的修行来蒙骗自己，应赋予你自己真实闻思修的一切财富。相连，菩萨行者生命电视台。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